我相信你们在看过这些通透干净的画面之后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感觉，那我也非常喜欢。我是张恒，今天我们来讲讲我是怎么样通过拍摄以及后期调色来得到这样通透干净的画面。想要得到通透干净的画面，其实是从两个层面去分析，一个是前期拍摄，一个是后期的调色。那前期拍摄分为时间地点的选取，以及相机的选择，还有补光。那后期调色就是后期调色。那当时的地点是大理的苍山洱海旁边的一个民宿，叫湖山云影。这个民宿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它有，据说是整个大理苍山洱海唯一一处临水草坪，也是因为这个临水草坪，所以选了这个民宿，真的非常漂亮，非常漂亮。当时又有一只金毛过来，那整个画面真的就跟仙境一样。有去过大理的朋友都了解，那边的空气的通透程度，哪怕你用手机拍摄，都是非常非常美的照片，更别提相机了。当时非常高的能见度，加上非常柔美的太阳，就造就了这个非常美的画面。那针对如此完美的画面和光影啊，我觉得选择一款能够记录高动态范围的相机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大家都知道，选择能够拍摄 LOG 的相机就能够记录非常高的动态范围。比方说像索尼的 A7S3， 还有像松下的全系无反，SEH SE SER GH5 和 GH5S 都可以拍摄 LOG 素材。我当时拍摄的时候用的就是这台 GH5，拍摄曲线是 HLG， 那为什么不拍摄 LOG 呢？是因为 GH5 内置的 VLOG 它是裁切版本，它的宽容度其实不如 HLG 来的高，差不多少个一档左右，所以在那个环境下我选择用 HLG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些。那为什么索尼我只提到了 A7S3 这台机子，并没有提其他机子呢？是因为它是索尼唯一一台能够内录10比特422的无反。这就要引出第二个概念，10比特422和8比特420对 LOG 曲线的支持。用过非 A7S3 拍摄 S-LOG 曲线的索尼用户都清楚， S-LOG 的断层是常态，那并不是说 S-LOG 一定吃光啊，而是因为前期拍摄首先需要向右曝光，以及本身它只有8比特420所导致的，而10比特420和10比特422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断层的问题。总结来说，选择一台能够拍摄10比特422的 LOG 或者是 HLG 的无反，才能够达到最高的宽容度，并且让画面当中的颜色过渡非常非常自然，画面也会变得比较厚实，然后后期调色也不会出现断层。至于补光这个点，我觉得这个点还蛮主观的。比方说像我当时，其实我真的是去玩的，我没有说想要拍什么大片，我只是随手记录一下。那如果那个时候我还带着很多补光的设备去，那真的会非常影响我的旅游体验。所以这个以个人情况而定，如果你是有剧组，比如说有助手帮你，那带一个反光板，带个灯，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两个人出去玩，一个是模特，一个是摄影师，你还要带补光设备，我觉得真的是太累了，算了，还是好好玩吧。最后进入调色流程，我们来看一下 Final Cut Pro 的调色思路以及调色的流程。通透感呢，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整体的亮度分布和色彩取向，要从高光到阴影都均匀分布，特别是最亮的地方，要有那种要爆不爆的感觉。色彩个人觉得偏向冷调会比较容易通透干净。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光影质感，说白了就是用插件加强光影的感觉。今天的素材是 HLG， 那还原的第一步我就省了，不懂的可以百度一下。面对不管是什么素材，第一步肯定是调整黑白电平，提高高光和压低阴影到极限就可以了。更需要调整的是中间调，为了能够提高画面的通透感，我这里把中间调提高，再添加一个颜色曲线进行进一步的提高画面整体对比度，让画面的亮度信息被拉得更开。接下来添加一个 Match Bully Film 胶片模拟插件，选择一个比较冷的色彩风格，记得把强度适当降低，因为添加这个插件之后啊，高光会被死死的限制在 70% 左右， Film 插件之前的亮度调整都会被限制，这与我们调整通透画面的思路完全背道而驰。不过这个也好解决，只需要在 Film 插件之后添加任意一个调色工具，比方说我们添加一个色轮工具，就可以再把高光拉上去了。
好，那基本的色调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开始增加光感，用到的插件叫做 Pluralume， 有一个小缺点呢，就是不能跟踪，其他还挺不错的。不过就我们现在拍摄这个画面来说，它其实没有太大的运动，所以跟踪也不是特别必要。那我们现在分析一下光原来的位置，是从画面右边照进画面，影响的区域是天空、远处的山和近处右边的绿树。那第一步我们先用 Pluralume 1结合遮罩移动到右边的树旁，适当降低一点点强度，让光更加自然地照进来，然后再添加一个 Pluralume 4到远处的山，结合苍山和阳光造成的丁达尔效应呢，我们使用遮罩增强丁达尔效应当中比较亮的区域就可以了。这个画面的平面光影关系呢，是右边亮左边暗，我们适当的把左边画面临水那块的阴影啊，通过遮罩再压低一些，让这个画面的光影层次更加足一些，最后再通过色相饱和度曲线把天空再调得纯蓝一点点，就大功告成了。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希望今天的教程对你有所帮助，我也会尽可能更新除了调色之外策划和拍摄这方面的内容的教程，也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关注我。那我是张恒，咱们下期再见，拜拜。